去下一个岛了。这个岛上的白沙或白色。kita kita wow
Ay, langis.看看这海岛的那个水，多清澈的水，哦，好美啊！开这个影片的第一个岛，其实是这个行程的第三个岛了。在这里吃中餐呢、啊，吃完了我要离开了。离开这里。我们到下一个行程呢，听说还有两个岛哦。这里又是一个这个行程的点，可以下去游泳，就停留在这里游泳。刚才那个浮潜的地方，我们现在去那个最后一个行程了，就有一个点，Bye.
天的最后行程了，应该是玩了划那个船吧，小小的那个船。Honda Bay.永俊要跟大家说拜拜咯，今天的行程土耳其的行程 Anito 土耳其的行程要结束了，拜拜啦，记得订阅永俊的频道。